祈愿忘死之魂封存这一切。三楼张小军逝世，自动一小明好像也不在了，这怎么死的？这个小区的居民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看见什么了？接近真相了，你等一下。戴墨镜，练的，化妆逼。你什么玩意儿？都给我走！我们是专业的团队，我们觉得很狠，兄弟。放别走！给他催眠。哎呦喂，敢叫你！哇，好恶心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是什么地方呀？一个收尸的地儿啊。就是小军跟小明，他们翻到了我的秘密，别让他们出小区啊！贼喊捉贼，有，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把这个小区的秘密带走，来吧，哎，不要想着出去，走走走，被擒住了，枪没了，快把他抓起来，不可能放你们出去的。这即将是我们最后的峥嵘了。顾景天。